持一佛名，即为诸佛护念，不宜持一切佛名。欧耶大师这一句非常之好，太重要了。我们念佛人唯恐念佛还不完全可靠，还要念别的经，念别的咒，念别的佛菩萨，希望来帮加一把力。错了，完全错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不要再加任何经咒，也用不着再学一切法门，就是一门。决定成功啊，不能有丝毫怀疑啊。圆满的信心啊，身体不好我就念阿弥陀佛，能不能念好？肯定能念好。那不相信这句阿弥陀佛，还要去找医生，还要去找医药，还要去找什么方子来对治，完全错了。操多少心啊，身体能不能恢复健康？不能，都是治标不是治本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治本不是治标。什么道理？佛在大小乘经里都讲过了，我们疏忽了，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事出世间最好的心想是什么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再没有比这阿弥陀佛更好的念头。我们已经得到了，得到对他信心不足啊，所以说我怎么念，念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效果。不是没有效果，是你自己念得不如法了，你有怀疑啊。你还有许许多多没放下了。所以你有障碍。你要是一丝毫怀疑没有，这一句佛号灵极了。往生极乐世界都能办得到。我们这个身体健康，这是鸡毛蒜皮小事，哪有办不到的？